7月3日，中国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强斥巨资入股华人全球影视集团，出任集团董事局副主席。同时，华人全球影视集团投资5亿，重金打造大型科幻魔幻题材电影《龙之战2》，将由唐国强先生出任中方主演。大会现场，韩国著名导演沈炯来与影视明星唐国强举行了签约仪式。我呢，之所以愿意加盟华人全球影业，是因为我想通过这个平台，通过跟这些金融家们、营销专家们的合作，拍一些自己想拍的戏，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。做事是最主要的，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和支持。应该讲，我从艺已经是46年了，拍过一些戏，但是总觉得有很多的遗憾，尤其面对现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经济，我很陌生，所以有些东西呢，不知道该怎么把它放大，就希望找到一些比我能力强的人，尤其是在创意、在经营这些方面能够给我帮助的人，使我的艺术追求能够得以实现。据悉，《龙之战2》是在2008年《龙之战》的基础上一次跨越式的升级，其震撼程度和科技导入都将超过现有的好莱坞科幻大片。此外，该片还将与韩国、俄罗斯、印度、美国演员签约，共同打造一部史诗级的国际大片，将在全球50个国家和地区发行。酷六娱乐北京报道。